美综合报道，中国歌手王菲以空灵歌声深植人心，为华语歌坛经典代表之一。近日在中国湖南卫视的梦档真人秀中，竟有节目嘉宾仅当场开锁王菲的歌唱实力，批她没实力才不敢参加歌手，一席话引起众怒，黑看电视为一档真人秀，会邀请素人共同观看节目，并拍下观众讨论内容的画面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三位网红边看歌手边下评论，聊得王菲身为歌手所助上的代言人，为何从未参加比赛，嘲讽他可能不敢来吧，这是一个需要实力的舞台，暗指王菲没有歌唱实力。此话一出，该节目马上被骂翻，事后当事人追解释，只是按照节目组给的剧本，仍无法平息粉丝怒气，甚至已有2000莫人发起联署要求道歉。歌手王菲翻涉自微博素人说王菲没实力，翻涉自 YOUTUBE 素人节目上酸王菲不敢参加歌唱选秀，翻涉自 YouTube 相关影片1:14，取自 YouTube 如遭移除，敬请见谅。